过来带动环境的就是小老觉得说这次行脚是有能够加一个团队其实还蛮棒，就是在过程中就是有就可以穿越很多，像那个不管是就说像那个路程光是一个人环岛这样是很难做得到，对啊，然后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因为很多人都会震撼说那个怎么怎么有办法那么快，那其实也是靠着大家的力量一起共振这样走上，然后最重要也是后面有那个，我觉得个人是觉得说是有活力奖励的关系，然后在过程中其实靠着面盆然后穿越很多的那个挑战这样子，然后所以也是鼓励大家就是就是先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们，其实也是可以找到练蓝毛米的，这个奖励大家。好。所以我们沿路呢行脚也可以突破非常多的内心里面的障碍哦。好的。